一刻精选，好知识就在耳边。在一刻精选看到喜欢的课程，好心动，想要立刻买来收听，要怎么开始呢？首先需要先储值点数哦。让我们先打开一刻精选的 APP， 点开你喜爱的课程。在手机画面右下角，我们会看到一条长长的价格点数按键，把它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会进入钱包点数的画面。在这里，如果发现钱包余额不够支付课程点数的时候，那就代表要加值咯。下一步，我们会看到手机上面的立即加值按键，把它点下去。这里会出现几个加值的选项，加值的越多，一刻精选会多赠送红包点数哦。选好想要加值的点数，接着按下确定加值。这个时候会出现购买验证中的图片，记得不要心急，耐心等待验证完毕。提醒您这个时候不要按任何的按键哦。最后出现加值成功的图片，就代表加值点数完成了，可以开始用点数购买课程，真是太棒了。万一加值成功之后点数没有马上出现，不要担心，可以一样到 APP 最下方右边的设定，找到中间钱包余额下面的重新整理，点一下它，点数就会出现咯。如果出现加值失败，请不要担心，可能是网络连线不稳定的问题，可以晚一点再试试看哦。一刻精选，好知识就在耳边。